什么分段？那你什么分段啊？你想打什么分段？我想当王者，我是王者水平，但我的队友太鸡巴可惜了，所以我是白衣妮。那你的意思就是你很强呗？还挺不错吧。行，那我一会儿打一把我就知道了。哎，要不我玩打野吧，因为我要玩打野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们家是养那个养鸡的。养鸡的吗？哦，鸡，小鸡 F6。所以就是你要离他们近一点，随时可以照顾他们是吧？也不是照顾他们吧，我要好好养我的鸡，因为你知道吗？那个鸡，这个鸡长大了，后面一个人打五个都能当下职业选手。看看对面。你模仿的还蛮像的。娟娟，听我说，你听我指挥，我教你怎么玩这个游戏。他有点人，走，杀了。你就没有后续了吗？不是，你这就没有后续了吗？你刚说啥？来，哎呦，哎，你看我，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大家还是放过他吧，我觉得。你不要再说了。感觉那心态爆炸了吗？没事。我觉得你能活到现在，应该感谢队友的不杀之恩。对，我可以给你加移速。加移速，我大招也是加移速，会让你更快。我们两个人都跑得贼快，我现在已经够快了，如果再快的话，我人真的没了，我会被老婆打死的，算了吧。你都有老婆了吗？我有老婆啊，怎么了？我没有说我没有老婆。你有老婆还跟我打游戏打到这么晚，你这求生欲也太低了吧。回家我老婆先看我手机，查我手机聊天记录，然后看那个照片里面有没有女主播的照片啊什么的，然后看那个直播记录都能看到，兄弟们这个。所以我每次回家之前先随便按个撸啊撸的主播，这样安全一点。可以，我学到了。你学到了，你又没有男朋友啊，你学什么？你说就说，你为什么要扎我的心啊？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啊？打游戏打得厉害的吗？当职业选手的女朋友怎么样？当职业选手的女朋友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吧。哦，是的，我知道没有机会，我就想跟你说，想都不用想了，没有机会。你是魔鬼吧？不是，我就担心你有这种想法，所以我就想告诉你就没有机会，所以你就想都不用想了。我真的去拿手机给你比心退单，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你先，我是正常人，不好意思，我在直播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正常人，你可能我是正常人，对不起。要不你把我这单免了，我就考虑原谅你。下次一定。哥哥姐姐，给个三连好不好？